干嘛了？啥事儿？你这吃饱了还叫啥？看见你就叫过来，看到没？叫啥呀？看见你来了呗，今天还给他好吃的，一天老见。看见要啥呀？啥的？还正经挺红的。刷完了啊，是不是现在应该能挺甜了？现在应该行了，我那天吃一个还行，太好看了，我摘这个。哎呀妈呀，拉灯拉灯，瞧我吃呢啊，哼，这拉灯馋的挺甜的，挺甜是吗？嗯，真是的，拿一口凉水不敢喝，吃口苹果你也要，再拿一口。接着啊，哎呀嘿，哈哈，这这这，我这小牙干，大黄，来，大黄跟他档次呢，哎呀，我挑红的，就是这层的，这层的反正都红了，我一人给送一个吧，你这后边吃了，前边冰冻的。这大的我说没有，我这小的小的我靠干什么的，这个嘴开了，啊，这个大的看，看这个多好，摘多少了，我摘一块兜，摘一兜，我先给什么，我先给蓝妹，哎妈，蓝妹蓝妹还争嘴呢，哦，嗯，怕着急，你争啥嘴呀，一个一人一个一人一个一个不打仗啊，一个来，慢点，把这壶摘过去。哎，来吧，哎，哎呦，我整的就是高兴了，高兴了，高兴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妈呀，不行，得给小付点数，一会儿他得打架。真逗不？他放不过沫的呀，嗯，太大，太大了。你说给他咬还好。黄黄，大黄听声的，看见没？来，黄黄，看大黄听声的。看见。哎呦我，一个，还假。冻着，咔家伙，看，一口就咬半拉，一口干半拉，还有多少个？够那个？够，我前边够啊？够，我摘一兜，我得看看啊。看，看，这老爹他，喂前边的吧。喂前边。黑螺啊。黑螺，看家，看家，看家。黑螺，你知道咋的？啊？那我都有吃的哦。那你看，我去贴脸了，去贴脸了。快炒，炒快炒，放下。哎，你发现黑螺一吃上东西，那家都带出来那样是吧？炒可凶猛了，是吧？你瞅啊，看看。嗯。爸爸，你也要啊？来吧。炸，取我。还炸。一口都咬两半了。我一拿。还炸，看我一拿。取我。还炸还炸，惊我了！他咋那么心眼呢？我发现，我要出来了，来给我来来来！我那一吃东西就惊我，了了，不松开了，哎呀呀！还炸，好了，哈哈哈，玩上了，玩上了，罗曼，哎呦，跳高冠军，跳高冠军，还炸还炸，来吧，哎呀，炸！真是不愧跳高冠军呢！那家伙，哎呦我，哎呦我！喜悦，你吃不？啊，喜悦，你吃不吃？这啥？你看看这是啥？着急，着急了！你看这是啥？你看看这是啥？瞧瞧，看看兜里有啥？嗯，我给你挑个大的，看哪个比比要看哪个大。大老虎，过来，长个新肉呗。
你说你这么大还长息肉，人小不点长息肉，你也长息肉啊，你也要苹果吃啊，啊？哎，那你坐着吧，哎，坐等着啊，抬头，主席，抬头，好了，来吧。主席的，你说他这么大还长息肉？嗯，大狗他也长。是吗？大狗长得少。主席属于个例呗。嗯。证明除夕没长大，还小孩儿呢，长肌肉了。看大憨憨，憨憨急也不声，憨憨着急不吱声，是不？可有耐心了哈。一个，他还得先玩呢。没玩了不？憨家。妈，把我吓一跳！你干啥呢你呀？啊？除夕搁瞅他了。瞅还不用瞅了你？你咋这么霸道呢？这个后边瞅这家伙，这堆儿，俺咋？除夕你别瞅他，瞅他绳子掉啊！就用车打架，不吃饭挺好，一吃东西就打架。瞅阿憨那背包站着呢，就用车打架，不吃不打架。不吃好的没法，嗯、一吃都干燥，一吃都掐架。你别跟除夕打架的，我不说吗？给你俩，哎，给你再给你，哎，吃吧，哎，好了，妈，把我手丢里了。你说阿憨跟我还握手呢，还冲我要呢，没有了。还有吗？没了，那给你俩还咋的呀？给你俩都行了啊。谁的？明儿再给，明儿再。那不自己整丢了吗？谁整丢了？哈哈，贴脸吧。自己整丢了。贴脸吧。贴脸吧，闷儿一下。那你自己你也咕噜丢了，你赖谁呀？你呀，就憨头憨脑。好了，明儿再吃，明儿再吃，行了。你说你还跟人掐一下，完这还整丢了，真笨。行了，行了啊，明儿再吃啊，明儿再吃啊，还握手啊，还握手，还要，这咋的？别吃。啊哈，啊哈，来瞅我来，啊哈，啊哈，真的，啊哈，啊哈，啊哈，都不瞅我。阿憨都不瞅，瞅着。谢谢大家关注刘哥视频，下期见。